是吧？我徒弟今天有事没来，你两个徒弟能不能借给我一个，这个给我帮点忙呢？拿美颜矿的美颜矿，都是老熟人了，还给我刻意什么呢？随便挑个。我看你那个大徒弟有点偷天偷奸耍滑，那小徒弟憨厚老实，我就选了个小胖子。啊！对的。怎么师傅他居然叫你小胖子，很明显就是轻视你。小胖子，走，跟我搞几天了，回来绝对比你适应强。好。把这三班煮个火灰给。哦。哎呦我的妈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，给我个铁砧板，给我出个铁砧板。你喝了吗？别喝口不剩了，我不搞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当时是我说错了。今天给我搞一天了，我晚上会给你们好的一起干。好吧。你跟你师傅说这几年翻回去了？我师傅说几年了，哥呢？我逼得很，你回去。好，来，你把这几个砖给我贴了，我下个上厕所去。好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天把怂着了，你敢把这砖搞坏，鸡母都给他！你不是背了你就会贴的吗？师傅，我师傅逼了，您贴的，没有的错啊！穿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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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！嗯？你包装怎么这些人？会不会贴砖啊？都死！老王娘，你不解释呢？我给我解释啊！以后都别来了，以后都别来了，也给我死走！老王娘。我是他从楼下借过来帮忙的，你不找他贴，可找我师兄贴啊！我师兄技术强啊！哈，你是把我屋贴成这样子，好啦，你师兄能不能想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呢？顺便帮我设计一下这屋里哈装修，我最近太忙了，还没时间找装修公司。喂，师兄啊，你说的计划已经完成了。啊、再问老头就是上次抢我们活动老头啊，等你过来帮忙啊，就按师兄以前教你的计划，把他干红了，我们就接手了。干完之后，我们今天就有钱回姑娘去了。好。